我跳出单单，六只拖我跳出单单，你用这些马来蒸肉，甲拖我拍落去有价，只拖我跳起，行啊，用伊绳啊甲你个同款，甲咱同款，啊甲咱同款，迄块巴黎绳啊内底去走，走到未到外口肛门排出去之前，伊个重量上，何往说只拖我跳起，可以跳起吼，所以咱人个身躯内底。但是天生的架构适合吃素还吃肉？是。啊，我讲一下天平，吃素还是吃肉？素。咱两个辛苦来变，有够适合吃素食，再适合不过。有够适合的哦，咱的辛苦来变，咱无迄个条件，讲起来就对。难怪我讲，我都无够迄个条件，就是可能真正袂堪的哦。啊。所以就营养学来讲，食物五大的毒素，第一样的是蓄养过程中，咱投入了太多化学剂。所以有等下我咧看这样片，咱看到了，人讲饲鸡唔敢食，唔敢食鸡肉，饲鸡唔敢食，对吧？饲鸭唔敢食，饲鸭嘛，是安怎？伊若看到伊会惊死啊！所以等下你来看，内底生长素、荷尔蒙。哦，啊，抗生素，这种免不了，别到会看病吃的肥，只鸡啊，饲个娃娃的，只鸡啊无命。那伊患过胃肠炎，歹势哦，鸡啊无命去，就是讲伊嘛，伊就人食了你的，人主人无爱饲。好，来我们来看这段影片。没吃出这些。
你讲什么话题哈？那只有那一只猪是怎样？他就这样子看着我的主人，这是我的主人吗？下地他把很晃，然后慢慢他就慢慢自己走，不用理会了。哦。然后猪笼还是猪笼还是啊？那个声音啊，很清晰啊，大家好像是喇叭要带出来的。哦。本来每一只兔子只有那一只啊，哎我，啊本来呢，跟他们讲的是这种感觉，我跟你讲，跟你讲，我好话，我不跟你讲，大家，说那一只啊呢，你不用怪我，那个意思都没有，去那边看他那个眼神啊，啊，但是突然发现那个就是教室里面我也在讲，第二个，
还等啊啊。在驯养过程中的这动物，里面有人养一台当中的这，它会产生极大的恐惧，其实一切物件无是安尼高兴啦吼，一切容易将心比心，人伫生活当中激素的会分泌，咱很多毒素在体内。所以啊，刚刚咧研究讲吼，人啊吼，人一个妈妈吼，伫恐惧当中、生气当中，喂的母奶都会让孩子吃了什么中毒呢？而且会很容易生病。啊，所以一个一只鸡啊、一只牛啊，咧吼宰杀时阵是产生的恐惧，抽出来的一两 cc。都会当毒死一只牛啊！哦吼吼，迄个咧人体内产生的毒素，吼、哦、毒素。因为这个题目好啊，跟你刚才在讲嘛，讲我今天跟公喝过嘛，做不够，啊，跟公婆都够嘛，做不够，因为大家的知识领域的认知不同，啊，做好我先甲公婆会当集中落来，得来找一挂名人证据来甲这个上课，啊，所以里面的资料就相对比较多哈、哦，比较多，啊。所以就要看到这些机器啊，吼，啊，要等啊，吼，网络会救助个原因。所以较快就讲，我咱下来等啊，电视就用哦。好，所以心理层面上产生这个细胞的病变的毒素，哦，恐惧产生的毒，屠杀之后产生的腐败毒。他们讲，咱一定要长期要管理这个细胞。其他的屠宰之后，靠马上卖完，无呢？所以为了要保持肉类的新鲜度哦，他们都会加一种化学剂，叫亚硝酸碱。你就你家的肉会腐败，所以咱老爸去食的牛肉干、猪肉干，先过来看，后边拢写着亚硝酸碱。你敢知影迄人下偌久，下半暗下差？啊，你看偌毒！迄、那个物件在咱身躯内底，若累积够高，迄是咱致癌物啊吼，所以尽量较卖食啦，较卖食。啊，所以为了要人家要互我咧看的红车。啊，你地摊线都甲你淋，甲你淋一寡亚硝酸盐吼。啊，增加卖像添加化学剂之毒啦吼。所以咱有阵时想讲，啊，你食草毛毒嘛吼，啊，你食菜毛毒，当时食菜毛毒，什么毒？农药。农药，咱就讲农药，啊，这无唔对。啊，但是相对来讲，咱吃素菜吃的农药还是相对少很多。这个看这个表哦，这个是美国研究食物中含杀虫剂的残留量，肉类的占55%，奶制品2-3%，蔬菜水果嘞4-6%，五谷2%，那个母奶含农药落实者99%，所以相对你咱那个母奶含农药的素食者8%，差多少倍？也就是讲，假说是离不了你这个时代，总是要贪心作势的。方便，啊，所以很多为了加快它的成长，所以这只鸡啊，今啊，伊会当对出世到会当台湾，40岁艰苦。较早一只鸡啊，我饲偌久，老一辈我饲过偌久，袂拢食半冬哦，三有嘛吼，三个月半冬拢有人饲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今摆鸡啊，40多天也来，所以内底。人足侪人看袂到物件吼，看袂到物件。好，以下的镜头相信你都有印象，就是那狂牛症。狂牛症是啥？是在欧美当中来这讲起来，澳洲的猫猫哦，在伊个所在，牛啊食草啊，伊就食姜。姜牛啊里底有当甲加做，甲加加，甲人饲了，结果牛啊食。啊，牛啊食草，你可以食牛脏，开始产生了病变。可能你妈看的黄牛症，那个我拢起红啊吼，起红，起红感染。
这些不都是食肉所造成的吗？所以吃肉了骨质问题来，我们会容易产生酸性的体。因为酸性的体质，你在辛苦很容易产生啊，我刚好我讲的讲蛋白，它会产生一点病，产生酸啊。所以你若食着，迄牛奶汤一倒出来，弄完汤一吃汤，一吃酸，一吃酸，那咱人酸性好还是碱性一点点好？来，激荡一下，人类那个血液酸碱值上好偌济？7.35到7.4。这个血液甲唾液酸碱差不多七当中上好，代表这个人伊个综合的能量上好。啊，上好来底，但是咱人长期吃肉是酸还是碱？酸，肉类就是酸，所以它是属于阴性。所以咱植物全部朝阳往上走，它是属于阳性。啊，阳性来了，肉类来底都酸，所以长期吃肉之后也产生酸性的体质，酸性胸脯。蛋白质足够，那做大头我讲蛋白质足够，但是蛋白质嘛足影响嘛。好、哦，我比一个早期的老厝的讲话讲虾啊上蛋，虾啊上毒吼。较早老去食炒蛋就知影讲虾啊上毒，虾虾上毒，因为虾内底有高蛋白质，高蛋白，伊个身高较大，较毒蛇的蛋白质快。所以毒蛇，咱咧讲讲毒蛇的是个毒力，内底是高蛋白，高蛋白。啊，咱的身体要中性的比较好，要中性的比较好。所以动物跟咱无相干，狗啊碱性啊酸性的，狗啊是碱性，狗啊猫啊是大概在10左右，啊咱是碱。所以咱有毒蛇，咬着跳跃，干咩？会咯。咱若是抓家己调皮，啊，若狗啊猫啊呢，不一定，吼，真强，哈哈哈！我比一个，是咱保育的母亲，带因的母堂在山上有一天晚上看到他们母堂养了一只狗，狗一面吼吼吼叫，安叫到出大声，啊，伊大声当中内底，伊敢会再来看下吗？伊只狗啊才捡住伊。啊，这也清楚，啊，结果就看我人来讲，哦，原来他们后山有较早怎么换三只蛋，毒蛇分批吃。啊，所以面哦，三面是狗啊，甲蛇烧，叫蛇夹到三面。三面来了吼，迄天透早看只狗咧行路，那食酒醉安尼颠啊，颠去后山顶关，到过甲下晡伊落来吼，吼，只狗啊就袂活着。而且这个静纹吼，慢慢啊，安尼消落去。为什么？第一点，因为你水超啊；第二点，因为伊血液内底含的是10左右，所以毒蛇是极酸啊，可能2、3、4啊。所以你若到咱人身体线全部拢中停止心中的半天，因为咱人是中性，所以咱到维持咱中性的体质，咱身体较好。所以我到老公讲蛋白质这个病变吼。那个判决能力啊，也起舞舞啊，跳舞，都是，都是一家舞啊。所以能拿判决的关系，都是一家舞啊。啊，所以日本现代博士他跟我说，身体酸性体质的病，一点出病之源啊，我这次做免疫把握他吹，就是说咱人身体啊，酸碱长期偏在6左右、7以下，那呢我们容易生很多病哦，很多什么。啊，迄个龙总邱仁辉医生嘛，讲六百个交情内底，85%拢是酸性的体质，差不多500多个。所以，你改变酸性体质最好的方法就是吃什么？蔬菜、水果。伊内底拢弱酸强碱吼，会当加减食。这个克林顿就是美国的前任的总统。啊，你看他吃素，啊，我你看以前还在讲说心啊。他没有启动人体，他没有启动掉。
应该是或许有电脑在我的车子上，三点半，好，没关系，或许讲到哪里算哪里嘛。好，快点，我无快点买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大体他是什么？哦，我有够的，因为克林顿哦，他早期他们美国都吃什么肉？牛肉。他说一些胆固醇的含量不够，缓到一些心脏的一些，因为一些动脉都是有胆固醇来阻塞，阻塞来了更有效率的，阻塞来了后，以心改做，做那搭天桥嘛，从大腿切关静脉改。这条较条的，伊甲大腿切这静脉，将这个搁连起来。啊，这条要处理啊，哦，这条要处理啊，我就安尼。结果加，也饮食没有改变，经过几年之后，这个静脉脆化，这个条。当您这中痛，你这中痛，这中痛啊，出点危机，要不要找人来处理啊？你要来见我研究三个专家。就三个专家，当年我后边看那个集中营，那个是营养学的教父，而且教父哦，他请了三个来问说，到底这件事情我要怎解决？因为我已经开这间刀啊吼，啊所以讲我即摆无爱开刀，啊你甲我讲这要怎解决？结果营养学专家伊就来讲，叫伊低胆固醇的素食饮食，就是讲袂使食，咱食素食够蛋奶素的。克林顿连蛋奶都不吃，伊甲开哦，开营养餐。伊讲我无爱做彼得，我人生安尼开一届有够。啊，你甲我讲要怎解决这个问题？伊讲伊逐天拢来开一个无蛋无奶的素食，爱怎来食，去短时间来了后，人伊的胆固醇自动的嘛，降落来，啊不要嘞，一刀免安。人就会就投降，好就投降。所以这个跟科林坎贝尔是世界一个有名的救命饮食，而且两个都有争议性啊，争议性的李孝仁，他本来就是学营养的，早期劝人类要多摄取动物性蛋白质，到了晚年之后，看了很多病例之后，推翻自己早年的论述，公平上，人要多摄取植物性蛋白质。因为动物性蛋白会变相对不稳定，那不稳定就会长什么？就会长癌啊，就会长癌症啊，癌症。好，这个观念，所以美国的错误肉食政策也让他付出了很多代价。所以美国是疾病里面最多而且最年轻的，这数据我们看一下就好。台湾故障其成，因为饮食西化。西化之后，所以你若去亚细亚内底，逐家内底你哪能食？我大部分食，环境较低。啊，我大概吼，若食饮料，我拢毋知要食啥。我食素食，我毋知要食啥。啊，饮料我嘛无爱食，啊，所以惊吼，我就安尼。啊，结果即摆吼，我已经全部毋爱去亚细亚，毋爱去亚细亚。所以咱台湾内底不如七成，啊。每三个人大概有一个人就会死于癌症，五分零六秒就有一个人会因为癌症而死亡。作品呢？我即阿哥对迄个对两点半公交一点钟，伊妈都几个啊？头六个安尼，拢癌症死亡呢？有劲无？作劲！所以癌症的时钟不断的在破坏哦，伊的时钟。所以从民国71年开始，咱的疾病的统计第一名的就是癌症，一种稳定了。死于癌症的，死于疾病的都是癌症，一起得名。所以先天因素基因来对，那你癌症的原因有些基因呢？后天就是因为咱辐射脂肪、紫外线、空气，但是大部分是来跟什么生活习惯、甲饮食。好，那我用一张图来看卖啊，看一点。啊，你先看看，先说。那个是直播线，每一个景就
去体化了，这就是我们大肠里面的东西。啊，感受，这就是我们就是啊，启动的呢是由细胞里的细胞的染色体。待会我会在动画中漂亮的介绍这个染色体。然后当六天会分裂一次，所以因为很容易分裂，很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致癌物影响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这个刚刚讲的那些分子的致癌分子，代奥辛啊等等，就是会加速不正常的分裂，使它加速，就是这些像代奥辛啊、异烷啊这些很特殊的分子。那现在已经这个只是分子很小哦，会跟细胞膜上面有一个接受体，我们叫酪氨酸泵蛋白，一接合的时候，立体构造改变。然后漂浮在细胞膜的两个改变构造的不小心碰在一起，就会延伸出很多讯号出来，都是磷酸化的讯号。那这个都人科学都知道，这个名称都知道，经由六个，一个两个分子，第三个分子，这个次序也知道，它是到第四第五第六个分子把它讯号带到我们的细胞的通知 DNA， 那进入我们的细胞，细胞很构造就是很多管子耐力构造，然后从中间有一个细胞核，细胞核里的这窗口进去核酸，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，里面都是螺旋状的染色的 DNA， 螺旋状的都很稳定，由这个黄色的稳定蛋白质结合起来。那个讯号进去做什么呢？开始启动很多的酵素，开始把分解，把双股的 DNA 自动拆成单股。那一条就变成两条，那每一条再 copy 自己结合对应的核苷酸，就开始两套了，细胞就分裂了。意思说，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会刺激它分裂，但是我们人体有一个节制的构造，分裂50次左右、60次左右会自己凋零死亡。那癌症就是这一群不会凋零的，两个、四个、八个、16、32、64、128，就一直这样长。那个接触到这些致癌物，长到一个 size 一个大小的时候就长不下去，因为这它营养没有那么多呢，也要一些物质来供应它生长，所以一般是多大呢？0.2公分，到了0.2公分就长不下去。这个时候，癌肿瘤要继续长下去，一定要跟我们的身体接网，直接间接自来水，它会分泌一种分子，我们叫做血管增生因子。刺激人体的微血管细胞增生，沿着讯号来源长进去，就是所谓的肝病啊，血管新生，这是很要命的步骤。肿瘤遇到这个步骤就不得了了，血管把它长进去，原来没有血管哦，结果人体乖乖的长血管进去来喂它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如鱼得水，长得好大好大。肿瘤长到相当大的时候，这个新生血管就变得很大了，我们的肿瘤就会溜出去，肿瘤乖乖长在那边不会害人啊，可是这个跑出去才可怕。癌症就是会转移的，会转移的就是良性肿瘤，这个会跑出去的不得了。刚开始是跑进去几个没关系，刚开始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很好，大部分会发现这个癌不同的癌细胞，这个细胞这个是异类，会经由免疫系统把它消灭。可是总有一天有漏网之鱼，从大肠经由肝门静脉，最容易跑到肝来。我们肠癌最容易跑到肝，跑到肝脏的时候，肝脏的免疫系统又没有察觉它，让它活下来冒出来，就是产生所谓的肝脏转移。癌症最可怕就是这样，它的细胞到处乱长，到处把我们人体破坏，乖乖的把它给动。好，接着请问申请细胞的转成啊，那所以在身体里这75%的病都来自于那个饮食，所以唯有从饮食去改变啊，但请配靠专管机会啦哈。好，那这个是。所以艾滋寂寞的人圈的寿命很长，伊的骨架是嘛全世界认为足好的人类的体格，但是他们现在的早期的平均大概27.5岁，因哦因外口里的七岁都爱生起来，他们会变成能够悲伤，
爱重要就是因为他把肉类拿来做烧烤，烧烤之后它产生一种叫做苯基嘌呤的含量很高的毒素，比抽烟还要严重。所以烧烤之后，单烧烤一公斤的烧烤羊肉等于抽600支的什么？600支香烟，苯基嘌呤才管。啊，一只烤鸡等于什么？抽80支。所以我阿叔听你来讲，安尼好，安尼我不爱食烧烤。我抽烟嘛，紧啊！哦，对头讲的吼，但是咱也讲讲抽烟看有外严重安尼。好，啊，另外我跟咱分享的是讲，啊，哪样东西够营养？瘦性营养吼，如果瘦性营养然后，这是我我女儿，她今年国一，她国小六年级就长到167。啊，咱本来是讲话，可能食瘦性的囡仔，可能成长足侪足侪足侪问题。他们说大家一开始在吃有很多烦恼，但是买了呢把它应征所以现在营养素很高，而且相对稳定，相对稳定。来我们来看中我们摄取高量的铁，铁里面鸡肝3.5的白芝麻有8.4，大概3倍，鸡肝11，紫菜的90，大概9倍。所以我们国产里面没有人在吃蓝藻，紫菜的等于是蓝藻之类的，里面含有很高的铁，啊，说对女性的补充足够的，再把它以0.7红豆嘞7.4十倍，牛肉2.8的含铁量，黑芝麻有24.5，枇杷嘞0.6，加鸡那个鸡鸭菜嘞1.9，大概3倍。铁质里面钙质，婴儿心中还有钙质的补充。牛奶里面103，要多喝牛奶，那不如多吃黑芝麻，因为黑芝麻有1400，给那个10倍啊！羊奶111，黄豆217，哦，热量在看得哈，我时间可能行到不久。啊，热量料蔬菜蛋白质，好、哦、蛋白质是好物件，啊，但是伊里面相对很好，但是植物性也较稳定。啊，蔬菜的这叫光5.8，豆皮25.3，黑油12.1，菜的27.1，所以到黄豆的一般讲就有大概数十种黄豆，里面含的蛋白质就有35.9，都比咱讲枇杷更卡合适，更卡合适。好，那运动学家来跟我们讲一些话了哈，这是你得夏威夷铁人三项得主，好、哦，一共是顾威。运动员需要动物性蛋白质的说法是可笑的，就是说你有假受性。今天影响德国医生次数的一个重要人，跟孙真奇，叫孙基真，他是韩国人，南韩人，第十一届柏林奥运马拉松的冠军。记者问讲，啊，你拢食啥啊？你讲我中年吃素，哇！那一年之后，德国的医生去研究，讲谁那假受性也到这样。所以人间有前因嘛，有无？有无？敢有？那到前因后诶，有啦吼。所以这个人勇敢啊啥？前因。我这个人勇敢啊啥？哪有诶吼？代表有甲尾拢食素食，但是因早上有起来上课吼，上课。这个就是迄个路易斯，这人大部分年纪会知影吼，他连续参加五大届啊世界。他跑得最好那一年，营养师建议他吃素的，就是那一年啊，就是那一年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游泳学家，来，那况且今天什么人？德清。今天德清。今年呢，四大运110跨栏银牌，全世界哦，这改哦，四大运呢，他是我们道清，身高189公分，啊，189公分。在手上常会一画越过画栏，或是生活中披毛于阳光时的大栏。在手上常会一画越过画栏，或是生活中披毛于阳光时的大男孩，他是四大运田径跨栏银牌选手陈慧如，刷新全国纪录，最快成为女子组的这个招式吗？在手上常会一画越过画栏，或是生活中披毛于阳光时的大男孩，
他是四大运田径跨栏银牌选手陈慧如，刷新全国纪录，这一站成为女子之遥。这个他都是从国小到高中的，从小爱跑步，国中开始爱上田径跨栏，到处征战国内比赛，勇夺数年金牌，在1905年全国田径的荣誉不忘名将陈慧如。因这两年跑第一次到室内掐实一下，一路领先，即使下雨也几乎不影响表现。头个比赛，红色背心的是杨卫平，但这次却被澳洲选手提交晋级资格。陈慧如说，身为朋友要连他的份一起努力。另外，陈慧如妈妈说，她从小的食素不挑食，一直是班上长最高的，高中身高冲到189。银牌也有名，有些。那或许为了要结束，就先讲到这里。那你讲到辛苦，刚过这两个档地位，当然啦，最难过的不是。昨天获选这个奖题在高雄下午讲了两个小时，他说这些资料有比较多，好，他今天获选自己参加了。那我就是讲，我讲假作心嘛是信仰，假车嘛是信仰，但是假作心的当中内底隐藏了很多后面很多很好的，今天当然我给各位自己的说明哈，自己的说明。来，我们谈了那么多，为了要自述，那就肯定的是，假设是对应用对个人的健康，伊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帮助。但是我做数字的话，真个讲，我就敢甲你呼应啊。数字方面真个讲嘛哈，但是讲数字相对于咱的，当然我讲我后边也很多层面上，人是真心灵的。那今天人我们进道场，不单要吃素食。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愿景，就是讲咱人有心，心内底有生足侪种个层面。所以这些吃素，很多人都是为了身体这个身，为了健康来。所以心爱用不对，但是咱的心爱会当心，但是咱的灵爱当心。所以这是身心灵，但是灵的心内底又牵扯到了饮食层面。靠饮食的层面，所以寿星伊的好处就是啥，会当恢复人生的饮食初衷、饮食本身的迄个本质。因为这个叫做啥，这是咱人体内来有诶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网络内底有传一件，我买个波啦，一个阿嬷掠只鸡要来杀，要来杀当中内底，因个孙仔伫后壁，一直甲阿嬷呐。好好叫卖太食鸡，哎阿妈吼感觉足趣味的，等下头来放互店吼，倒下下，迄个囡仔就去一步，等下倒我抓起来，阿妈转落来，倒抓起来，伊搁里向搁堆，啊堆了后我就安尼想，我看大汉仔平看了，其实上咱每一个人细汉当中，若看人咧刣物件，你会恐怖无？我做囡仔我有印象，我足唔敢看人刣鸡刣鸭的。刚刚在心内底作大恐怖，那个就是人之本性。刚刚林副主讲，我看一个囡仔那边在讲这，你是甲杀过来，有无听？哈，有来吼，够人杀过来，你惊死人！一定是咱有是恻隐心，爱是咱人的本性，爱的本性内底，因为咱囡仔生出是叫发怒，发怒，啊，所以食素食是咱基本的一个人格自卑，所以人爱有是一个自卑心。咱人有自卑来了，而咱这个自卑是咱人的中心点，叫做人为中心。儒家讲讲人格中心点，有自卑来了，咱希望在内底头开始，咱开始容易生智慧。啊，所以自卑是咱的中心点，智慧是咱扶持自卑的一个源头。所以食到尾食素食爱靠足侪智慧，因为人生内底会变修行啊，考验足侪，干扰足侪啊。所以，乃去同事食饭，我甲你讲啥？讲虾仔食水的无吼，是臭的菜。人讲臭的讲菜，就是玻璃，把迄个葡萄蕊酿的，
给你接吗？你讲那宋世杰那些人，面专的又专去了。所以这当中来这就是在课堂不在地理，进入道场就是要理念的交换、哦、交换。所以今天三样物件足简单，你讲东西很简单，三样东西不要吃，来我好你讲，天上飞的可以动的不吃，地上可以动的不吃，水中可以游的不吃，还有干干不？干干不？我不能搞阿姨，干干不？因为我是动物，我不是什么？我不是啊，我是动物啊哈，我是植物，我是动物，我不是植物。啊，所以人人的将心比心啊，我讲一个呢，中华这样啊吼，因为每一冬来了，这真几冬的辛苦，去要吃羊啊，啊羊啊买回来是讲安尼好，羊啊我买回来，当然每一冬我也来杀，太坏哦，我就是讲讲巧语啊，你也来杀。台当中当然啦，当啊头干了我掉我，我要起来抬抬。结果因为当中内底吼惨啊，迄、那个羊母吼山地大，啊出来了我伫后壁先接羊囝，这新闻报了。像羊囝来了，阿妈无看着来了，看着囝生出来来了，红红幼幼，总是要有照顾嘛吼，敢是？所以迄、那个母咧爱囝的时阵吼，都触动了伊一点的呐。自悲心，伊的人心，所以阿妈我决定讲为着报庙的事件，所以今日你去当只羊羔台，无台。噶所以咱人将心比心，做妈妈的人有护囝无？一世人拢咧爸母咧护囝咧护，始终在心里用足真心，迄、那个爱同款。羊啊，要爱羊母爱羊囝，迄、那个爱同款无？同款，家母爱家囝咧。啊，狗母爱狗囝嘞，同款吼，所以家母上歹是，但是，狗，狗，那啥物事上歹？你阿爷伊个家囝是狗母，哪生着狗囝，你敢知？好，你好当去甲甲抱看卖啊，有当连出当连当，教了，因为迄是天性。啊，是今仔日，人讲话讲，今仔日因为过去做个物件，天地脚坎的，大家拢同一心。只有互相自得，天地间无一个物件。若只鸡仔甲讲来，伊讲目睭甲我睇，看我喜惊，我来一只一只食。啊，若无的，你讲买十只，感觉今日只鸡仔讲来，太看我太好咧。敢有啊？无啊，无甲买十只。买，因为拢无共无缘的啊。啊，所以既然通天地间含的，大家拢有互相。啊，那呢，迄、那个姚人物，大爱的主持人讲错话，伊讲哦。我无食酒，我不吃肉，会不会死？各位真的啊，咱若无食，咱无食我带挑的，我甲你讲袂挑的。但是讲出话讲，我若吃肉，一动物一定会死。爱的之术就是因为有一天，他养了七只狗，啊，这只狗是到足可爱，啊，可爱当中有一天，因为在那边饲了那牛肉的，牛肉的那个狗饲料，伊的外口一只足可爱牛啊，迄牛巴牛巴做的。啊，回来了是讲好好安尼饲，饲看到迄个地啊，讲我的狗仔咧可爱，即、這个地啊外口一只牛仔嘛才可爱，啊，要饲我的狗仔要抬一只牛仔，好，你看出双条，将心比心讲袂使，为着要饲狗仔，我去买牛仔，你来饲狗呢？